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几天没有开这个阿斯塔联盟就已经消失了哦，不见了哦。我在想是不是要创一个新的联盟哦，因为现在加入其他联盟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样加入比较好哦，在想要不要创一个新的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排名啊，这个排名的部分的话呢，有一些原本在时代眼泪的朋友呢，哈、哦，目前也没有团，譬如说像大力丸他没有团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哎，这个不是，我看一下还有谁，还有谁没有团呢？如果说很多人没有团的话呢，或许可以开一个，把大家收回来。夏户好像原本也是时代眼泪的吧？玛格丽特应该也是，豆豆喵奇，还有新奈，还有这个是雨欣，还有这个费德勒，好，蛮多原本在时代眼泪的朋友呢，都。还没有团，好吧，有可能他们还在想说要加入哪个势力比较好哦。那其实秋山岛市的话呢，这段期间变化还蛮大的哦。就是原本的话呢，最强的是牛奶帝国嘛，那现在牛奶帝国的话呢，已经移民到秋山岛二了，所以目前在这个秋山岛市的话呢，最强的这个联盟是万华跟黑哥的。好，那这个淼淼是其中最强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好，那这个零的话呢，应该不是只能带这一只红鳞盖骨啊，他应该可以带更强的哈。我记得他有那个狮子，哦，有狮子，淼淼狮子。然后这只的话呢，看起来是黑色，好像又是白色。这只应该是黑色吧？我对一下，坐骑。然后金色的，对，应该是这一只的哈。只是说它在那个界面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应该是这一只，因为白色的话呢。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，我看一下它的造型好了。这个有个头盔，这里有个头盔，然后这只嘞，这只的话呢，这边就没有头盔，只有额头这边有。那来看一下淼淼这只，淼淼，哦，没错，这只就是坎莫尔哈，这是淼淼。那它战力非常的扯哦，63769，这个应该是全部伺服器里面最高的。好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搞，很佩服，应该是卡池抽的非常深的、啊，可能金色也都抽满了。好，不管是领或坐骑都抽满了。那这个是哈哈是我啦，哦，他也是一位老玩家，也玩了一段时间了。那他目前是双红，然后朗燕西罗纳耳朵，这个应该是新玩家吧，这个比较没有听过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原本在其他伺服器跳过来的。然后深蓝 SS， 这个应该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有玩那个一拳超人？深蓝。好，这个是他的战力也哎，战力的话看这边哦，也蛮高的，47000啊。轰轰、懒燕、狗贼哦，这个都是万华跟黑哥的一些高手。好，来看一下什么新的活动好了哈，看一下这个礼物的部分，海族的特别礼物，这个就是要强化装备，然后最后的话可以拿这个海族的礼物箱，里面的话有海族的特别原石。这个可以用来制作一些活动道具，来看一下可以做什么了。好，用途，哎，可以做稀有梦石，哎，还不错哦。那这个是梦石十一抽，现在好像蛮多都是送梦，那个幻石的哈、哦，梦石的。好，好，这个各位朋友记得要解一下。然后海族的珍贵礼物，这个看一下这是什么，也是一样的，特别跟珍贵，这个主要是强化装备。还有制作道具，然后珍贵礼物的话呢是祭坛建设，还有强化到一定的程度，还有强化饰品、强化防具、强化武器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一样有海族的特别原石可以拿，这个是五塔的特别训练，这个应该是固定都有的啦。五塔的额外特别训练，好，这个都还没有解。好，那这是等级成长英雄登场，这个也是新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这个都没有解啊！我真的最近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哦，就比较不想去面对，哦，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些纷纷争争吧。我觉得玩游戏就是要消遣，不想去面对这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哦，就是可能知道了就知道啊，不知道了可能不知道也好，反正就是阿斯岛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在于说。总是会有一些利益的一些关系，而让人心有一些变化。好，那这个变化是蛮微妙的。好，各位朋友可以仔细去观察。好，当然有些朋友还是会保持初心的、啊，但是有些朋友
会因为利益有一些心境上的变化。好，哦，刚刚有领那些东西来抽一下好了，来抽一下哦。这个抽卡的过程是很放松的。一来的月光硬币箱，这个没有抽，我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个啊，哦，这个抽一下好了。稀有召唤券选择宝箱，抽零哦，零的话比较实用啦，然后零的话可以增加攻速。这个就抽两个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拼合成。哎呦，我靠，有图鉴的，我本来以为我抽的差不多了，没想到还有一些新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自动合成。一般到高级可以合68次啊，超多的，才知道。不过得到蓝色的还蛮少的，怎么那么少蓝色的？好，蓝色的话呢可以合两次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合到一只紫色的。哇哇，天哪！好，再一次，好，还可以再拼一次哦，来。哇，还是蓝色的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用坐骑好了。坐骑的话呢，我上次抽完之后也还没有合成，应该也可以合成不少。自动合成85次啊，天啊，好多。好，希望可以更多啊，希望可以拼合成两次。哇，哦，只能一次而已，如果失败的话可以再挑战一次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挑战。哦，蓝色可以拼两次紫色，刚刚看错了，刚刚是绿色的，蓝色的，还是蓝色的，不过有增加一个图鉴，也不错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蓝色可以合了，蓝色全空了，哦，蓝色全空了，是不是有多新的蓝色？为什么我现在才全满？哎，还有蛮多还没有满的，好吧，所以我这个坐骑的卡池还缺蛮多的。那领的话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我看一下。零的话呢，蓝色的我还少了六只啊，还少了六只。好啦 ，OK， 那我就慢慢玩哈，慢慢努力的。OK， 各位朋友，啊，这个我们就慢慢努力，然后持续加油了，拜拜。